嗨，大家好，我是大庆，欢迎收看 Maxone 大设计。多旋翼无人机一直是深受航拍迷的青睐，不过大多数还只能做一些上下前后左右方向的移动，是不是觉得玩得不够溜呢？那么由苏黎世的学生团队历时九个月研制的 Valero 无人机，绝对能颠覆你对无人机的认识，因为它可是有360度自由翻转的高超本领，灵活度高了不止一点点。Valero 的原型机采用了六轴设计，仰面就是一个正规的六角形结构，最特别的部分是它的六个机翼。这六个机翼可以360度旋转，在平行和垂直状态下灵活切换，而且每个机翼的状态还可以单独设置。也正是因为这些机翼，使得无人机可以在空中保持非常稳定的状态，还能任性朝不同方向移动，上下颠倒、倾斜飞行，甚至以小轴距为圆心转圈的高难度动作都不在话下，分分钟就能解锁浮空飞行新姿势，堪比特级飞机。目前创作团队还在考虑开发一款飞行控制软件，以达到能够自动根据功率调节改进无人机的飞行模式，是不是很任性呢？感觉 Valero 无人机再薄一点，简直碰到墙缝都不带怕的，侧个身就能轻轻松松地飞过去了。视频元素来自 Valero ETHC， 由 Maxone 创意公园翻译剪辑制作。感受最美的创意生活，请关注 Maxone 创意公园。